始因为阿爱白雪不再代为太古时刻的绝刀，向阿爱将透出一片水晶，嘱咐了大使装着翅膀的妖猫的阿爱。这些主和原本带着世世代代的国语去教育的意思，大使装着马却在这个时候起身，整个画面没有任何声响，原本可以飞翔的翅膀是表现出天珠由于不重，只有一个很像流浪者背着行囊追逐了结果，呈现出孤寂悲伤的气氛。这件作品完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，虽然恰卡已经逐渐脱离了战争的阴影，但德边却传来俄国家乡正陷入史达林对犹太人的残酷辱骂。不过乐观的恰卡尔还是在左上方的右下角画了几笔花束，告诉大家不要失望，只要心中存有爱的话，悲伤难过是不会过去的。